一个历史不过十几年，人员不过400人的传统制造企业，却承揽了多项国家级工程项目。什么力量让它有如此发展速度？什么精神让它能成为不锈钢管道领域的领军企业？让我们走进它背后的故事。 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应该说，在薄壁不锈钢这个领域，我们是毋庸置疑的。靠的是什么？是自恋，是细节，是严格，是我们正康的精神。我们不单单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欧洲是我们的市场，国际是我们的市场。正康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是代表我们中国的行业，也是代表中国的制造。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一定马虎不得。那时候呢是那个09年，我们接到了这个上海世博会，那个配套的管道这一块，那时候呢我们也非常感动。 觉得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形象工程，对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荣幸。特意呢，我们也为配套的这些项目呢，专业开了次会议，把那个要光的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讨论怎么把这个世博会这个产品做好。 世博会中国馆的场馆里边的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的管道都是我们正康提供的。我记得当时世博会的主旨啊，是由中国知识产权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入选世博会以后，就进入紧张的研发生产这个过程。我们的技术人员不断的完善工艺，我们的生产人员。 加班加点，满足于世博会的交期。世博会期间呢，咱们确实是比较辛苦的，包括我们公司，员工天天加班加点，但是可喜的是，咱们都能够把这个工作能够圆满的完成了，这是让人很欣慰的。正康的前身成立在1999年9月1号，当时呢。 我们主要是做冷轧不锈钢钢带，后来由于这个产品呢是比较传统，没有技术的附加值，我们在03年的时候就开始考虑的一个产业转型，在原来的一个钢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深加工的一个开发，我们进入了呢就是开发薄壁不锈钢的给水管道。 我们第一代的不锈钢管件呢，叫卡托式不锈钢管件，我们的发明专利。04年呢，我们又研发了叫双卡压式这种工艺。当时我们集合了整个公司的这个团队，然后加班加点，终于把这个样品赶出来之后，我们怀着满满的信心，但是最终这个测试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组件的低压测试没有通过。 最终，当时的话就是感觉比较心情不是特别的这个舒畅，因为毕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后面的话，我们就全部重新推倒重来，把所有的模具重新报废掉，重新设计产品结构。 经过第二次的改进之后，那产品才通过了我们这个测试。我们的焊接工艺呢，跟其他厂家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呢是用的呢，
焊接的时候用混合气体来焊我们这条焊缝，因为对这个焊缝的要求呢我们是比较严格，从这个混合气体焊以后呢，它的跨栏浅度呢，我们的标准企业自己定的呢是1.45倍以上，对后面以后的这个加工使用会大大的提高寿命。我们的管件呢是焊缝的，是经过内整屏，管件做好产品以后呢可以看不到焊缝。我是从2007年的7月份到郑康，当时我们公司呢还只有一种产品，就是卡托的，然后正在开发卡压的产品。到2008年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已经开发出来了，然后国家的话就这个统一编写标准，郑康跟他们共同参编。第三代那个产品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那时候黄董就强调这个产品的外观这一块更加去完善。今天我们主要是研究讨论一下那个管件关于一个设计整个的过程中，那么我觉得是这个产品呢从研发到现在开发的已经是很理想，特别是在技术这一块，那么就是在连接的安全可靠这块应该是已经达到了非常满意的一个状况，那么我感觉的是在那个外观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提高，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是面临着国际的一个市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更加完美，追求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认可，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我们就在关于在提升这个外观这块来说呢，我们可以大家再研究一下探讨是不是怎么去改进。当时的黄总这种决定啊不理解，产品好用就行，我们一定要结合产品的制造成本才能得到市场更大竞争力。现在看来啊，当时黄总这种战略眼光是非常对的。开始做管道，我们的第一目标我们就是打造中国新型管道第一品牌，这是我们Zhengkang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话，你的品牌、你的质量、你的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品质控制，包括我们生产检验优化我们的工艺，这都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追求品牌、打造中国第一品牌的那种理念和方法和要求。我们一直把细节管理作为我们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我记得我们在3年前一个英国的客人到公司来，在视察过程当中他看到我们的空运桶没盖，他顺手就给盖起来了。当时我们很奇怪，我们就问他呀，你这空运桶我们是不用了，你为什么要盖起来了？他就通过翻译告诉我，你这个尽管是空运桶，但是你倒了以后哪怕一滴油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们感觉到外国的企业不仅仅是注重产品的质量，它更多的会注重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不仅仅追求的我们产品的质量如何，
这就是大企业的胸怀。世博会以后啊，这好多国家也知道了我们正常啊这个民族品牌对我们这个出口这一块带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在2017年9月1号，我们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Zhengkang真正走向世界的开始，也是我们Zhengkang所代表的薄壁不锈钢管道领域走向世界的历史时刻。九月的第一天，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上再次出现了温州企业的名字，浙江Zhengkang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Zhengkang国际，这也是国内薄壁不锈钢管道行业第一股。成功上市以后，公司呢利用这次机会，就针对我们的设备做了一些全方位的升级，主要是呢我们从这个制管设备、焊管设备，包括这个包装设备、检测设备，做了一些调整。自主研发的这个全自动的密封圈安装机，在国内呢是第一台，在国外也是处于领先状态。我们以前装密封圈呢，是要把这个人拿着把密封圈把它捏扁以后塞进去，手指要伸进去，而且如果说遇到我们一些小的管件啊，这手指粗了根本就放不进去，而且手是非常疼的，可能在这个管件表面呢还会把手给刮伤。密封圈机来了以后呢，它是整个是机械臂直接这样进去，是非常快的，而且不会伤手，速度又快，使我们大大减轻了人工的一个劳动力，而且提高了相当高的一个生产效率。很多人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上市，为什么要到美国上市？我告诉他们，我们自信，我们有产品的自信，我们有企业文化的自信。其实上市对一个企业来说呢，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新的起点，特别是我们传统制造来说，是一个转折的发展的一个机会，未来的市场的发展的机遇已经来临，我们必须要快速发展。当我们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的那一刻，世界看到了Zhengkang。始终要坚持中国制造，一路上走过来呢，我们完成了到目前为止有5000多个工作项目，特别是我们在18大召开之后，中央政府重视如何去解决居民生活的饮水质量的提高，在深圳水务啊，Zhengkang也进去了，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项目，以及其他的城市的一些水务集团，我们已经建立了有20多家的水务集团的战略合作，应该对老百姓的一个饮水健康问题啊，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在公司10年之间，眼看着Zhengkang从一个普通的一个民营企业，做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个国际集团，我作为Zhengkang人，很自豪。经历了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奥运会这些Zhengkang参与的世界级项目，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慢慢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我们不再仅仅代表Zhengkang，我们已经在代表中国制造业。Zhengkang作为薄壁不锈钢行业的企业，我们渴望Zhengkang带动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